Fish Model 还有 The Fish Shop 赞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ssie， 欢迎收睇 Ears Online。比較活潑開朗，跟住熱情啦，我會好中意 socialize 啦 ，make new friends 啊，同埋我好中意 travel， 咁因為我覺得 travel 可以見到唔同嘅世界，同埋可以識多啲人。其他因為喺屋企裏邊，我係比較即係算係最大嘅嗰、那個，我仲有一個細佬一個妹，所以我嘅性格其實雖然我睇起身唔似，但係 in some sense 嘅話，我都會係比較中意去 take care 人哋嘅。秋天我都比较喜欢秋天的，因为秋天不会好像夏天那么热，但是又不会好像冬天那么冻，那气温就刚刚好，所以就很适合 去出游啊这样。还有秋天其实最会令我想起的是那些落叶，就是那些金黄色的落叶，我就觉得很美。其实秋天就都是一个很浪漫的季节来的。去了三藩市找我男朋友，因为他现在在那边做事，然后我们就去玩 weekend 的时候，我们去一个 beach， 但那个 beach 就很多人，所以我们就不可以揸车下去，因为其实因为他算是一座山这样再下去，有一段距离，所以呢我们本身就想着行下去，其实行下去呢要行半个钟到四十五分钟，然后我们行到一半呢，就见到后边有台车咁揸落嚟，咁原来咧佢话哦已经 open 翻嘅啦，咁我哋就好激气啦，不定，所以我哋就话你可唔可以搭埋我哋啊咁样，咁佢就话OK， 咁啲人好人嘅，咁佢话 OK， 不定冇咗即系嗰啲冇晒嗰啲 seat 可以俾你坐，咁佢就话咁你哋两个介唔介意喺个 trunk 嗰度啊，咁样跟住我哋就 OK 啦，因为我哋都唔想行咁远。咁所以我哋兩個咧就，我男朋友都好高嘅，咁我比較細只啲，咁我哋兩個咧就攬埋一嚿咁樣，兩個人縮喺咗人哋個 trunk 嗰度，咁就搭咗十五分鐘，咁就落去個 beach 嗰度。如果愛情係一種食物嘅話，我覺得會係。怎樣的味道，我覺得是甜啦，但是甜又不會太膩。一種食物可以代表的話，我會覺得是 macaron， 因為我很喜歡 macaron， 即是它甜，但是它也不會甜到漏那種，所以是剛剛好的。更多的精彩內容可以去 earsonline.com 那裡看看，還有可以上他們的 Facebook、YouTube 和微博，還有不要忘記去附近的 Facebook 那裡看看啦。 Thank you。